住好一个位。对了，要站到 Oh my God， 那个是原始巨人啊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不是啦。Yo what up， 欢迎回来 ，Ark。OK， 各位，今天呢，我想这里扩出来，我打算呢就是一边盖一边扩，一边看一边研究一边想。OK， 来了，是时候装修一下了。实在是太多生物了，我的基地现在。风神翼龙来看看。我封神翼龙这里可以点21啊。All right， 先弄一个普通的鞍，让它带着先。改天呢，如果需要到那个平台鞍，我们再弄。啊，目前就这样子，也是可以站啊，虽然没有这样大的空间。这么还有一个巨门楼。啊，还有呢，我看到很多人留言讲哦，岩石巨人啊，是抓来打 boss 的哦，在焦土。叫我抓多几只，我有人讲，我讲呗，我认真的跟你们确认多一次，是不是真的拿来打 boss 的？是的话，我去抓更多。我怕哦，一些留言是来捣乱，就好像我在 Minecraft 里面叫我在地狱盖床睡觉的那一种捣乱。讲到影片的留言呢，我已经把留言区可以放 link 跟那一个功能关闭了，因为哦，最近有很多那些。色情广告还是什么什么领广告在下面那边宣传，希望大家明白。Let's go 继续，带着一只风神去逛一小圈啦、啊。毕竟这一只风神刚刚报道罢了，在焦土，就好像新同事这样子，一样的道理啦。我看一下，哦 ，Yes， 可以勾哎、欸。对了，风神可以勾啊、哦。Let's freaking go right。Nice。All right.我没有研究到哦，古神可以勾吗？哦，对，古神那也是可以勾，勾小只的，勾不到大只。我在孤岛搬一些恐龙过来的决定是对的。Let's go, Brad！ 为什么我要搬风神过来呢？因为我想在空中那边盖东西。等下，比如讲我盖到了这里，我要跳出来盖柱子啊，什么什么地基、天花板这样子的。开工啦喂 ！Let's do this。可以盖。我搬门马箱过来呢，也是为了这个装修。All right。哦，这里就放不到地基了，天花板哦。这样子就用完了粘土。Hello， 旁边。这一季啊，各位，焦土啊。盖得很奇葩、啊，我的基地。讲到好听一点就是特色。哦，火鸡 ，Super Turkey 250等哦，血量20000多。不，我觉得不要得罪这个火鸡先，回去先，冷静点，不要冲动。Hold up， 冷静。OK， 如果你要打那个火鸡的话，要带那种有特别效果的生物。就好像袋鼠啊，咬了会流血；牛龙撞了会骨折，那一种生物去打就 OK。来，袋鼠，啊，苏必得机，它会减你的伤害。看，袋鼠咬它67罢了。对了，就是这样子去咬它。啊，跑了，跑就追。Super 的毕业了，哎呦，还击哦！我真要打很久嘞。Yo what up， 我是简介所有的 Ricky。这个火鸡呢是 Turkey Trial 5的活动生物来的，杀了它之后就会得到叉骨。这个叉骨呢可以在烹饪锅那边制作这个活动的皮肤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没有制作皮肤的必要，我比较想专注在那个扩大我们的基地，继续我们的。扩大计划。OK， 对了，就是大概这一个宽度啦，直接扩到去外面。Let's go。我希望你 get 到我讲什么了。来，这里开始去盖天花板啦。OK， 盖不到了，所以呢就要盖柱子了。
猛犸象真的是可以赚很多很多不同，好过极细哦，十倍啊！我看辛苦他啦，猛犸象，他是冰河时期的生物嘞，给我带到来这里，焦土。Oh my god， 没有什么仙人掌了，哇呀，去得很远哦。多一两集，我就会去偷龙蛋了。我会先去孤岛驯服一只偷蛋龙。Let's go. Okay, ready. 封神。All right. Okay 啦 ，buddy 啦。对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放了柱子之后，就可以扩大了。OK， 现在我大概有那个画面了。OK， 呼，看到吗？有那个 feel 了，各位。如果我没有搬猛犸象过来这里哦，扩大地级的梦想哦，两天啊。各位，庞马是不是不适合收集仙人掌的？我意思是不是最佳那一个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，我觉得啊、哦，我们去弄一弄电锯来采集仙人掌，应该会好过庞马这样子慢慢去咬。Bam， 呜，我下个要给各位观众，哪里？大里妹的腰啊！OK， 它的弹药呢就是汽油。击败！耶、yeah! ！Oh no！ 还是不要拿生物来测试了，感觉没有什么伤害，看来是专门拿来采集仙人掌吃的。686哎，nice nice nice， 这个绝对是更好的方式，好过庞马这样子去采集。Woo， alr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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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right， let's fucking go， bye， 700多 bye。娘妈，我玩到第十集才发现这一个方法原来是更好用，我一直以为哦，生物采集资源才是最理想的，原来不是。这几集哦，我一直用庞马去收集仙人掌子嘞，我觉得有一点冤枉。啊、！Oh shoot！ OK。OK， 大致上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了啊，我盖到很吃时间了，真的，这一个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我已经不想再扩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好了啊，这里还有一点地板，该买它了。对了，就是这样啊，就这一个面积。玩到去后期 ，nice。我想盖一个巨型恐龙门，看一下可不可以盖在这里。盖到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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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，可以啊。OK，bam。不下个那个。OK。对了，这里呢，我就打算用围栏围完它，那边呢？就是恐龙门，恐龙门。OK， 我看一下盖不盖到墙壁。OK 了，盖到墙壁就可以了，就代表可以盖建筑了。接下来，恐龙门这里
盖到去这里，然后呢我心血来潮盖了几个旋转的楼梯出来看看，盖了之后发现没有 feel 啊，所以呢等下待会呢我会拆掉的，免得你好奇为什么会有一个楼梯出现，剩下的那些地方我就用围栏围起来。 OK 各位，这一个面积扩大装修计划就是这样子了啊， perfecto。 Alright then, then. 我大概要的就是这样子。 OK 最吃时间的啦就是那个柱子罢了，这是斜柱子啊各位。现在我想要进洞穴，地图中间有一个洞穴，我先看一看攻略啊，我要准备什么写的。那一个洞穴里面很多悬崖的，很危险，所以呢带带师比较好。然后呢里面会超热，里面会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岩石巨人。我看到有人讲火箭炮是最实际的，如果要解决那个洞穴里面的岩石巨人的话。 OK 各位，火箭炮我带一把进去罢了，不要多的事情，没有这样巧会遇到几只的。我觉得呢整个路程呢顶多两只。Let's do this. 那个火箭炮真的是为了里面的岩石巨人准备的。 Let's go right boy、啊、欣赏多一下先。 OK nice。 这一个不是他的洞穴真正的入口，还要走一段小路，里面一个小洞，那个洞才是真正的洞穴入口。里面呢有一些地方带水走不到，要用低温枪煮熬鱼各位。对了，要站到 Oh my god， 那个是岩石巨人啊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不是啦，进到来还要找一个小洞啊，好像是这里了啊。Why did that？ OK， 进到造就各位，我们的洞穴秘诀慢慢来。 What？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这样的。 OK， 要走哪一条啊？一进来两条都可以的好像。 OK， 来进来这里看看先啦，我应该有进对洞穴了。在焦土内有三个洞穴，三个神器打完了就可以打 boss 了。为什么没有生物的位？不可能的，洞穴不可能没有生物的，对不对？肯定是什么套路来的。你看哦，那一个方舟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没有生物的，对我这样好吗？被我打咩喂 ？Oh no！ 要过了这里才有啊。对了，这里就要用那个低温枪了。OK，Let's、okay, go break away。哦，那个不是神器，那个应该是。物资箱。Wait a minute！ 神器啦。OK OK。对了对了，蝎子蝎子。哇哇哇！OK。如果你敢的话，那直接可以跳下去拿了了。我不敢啦。还就这样子罢了吗？这个是神器了吗？ What？ 继续逛一逛，对不对？我中暑了， What the hell？ 我拿了这个就出去了，很热很热，里面很热。Nice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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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出去出去出去！我的嘿，怎么有生物了的？刚刚进来没有的。Hello there。哇！刚刚进来没有的哦。好，你个臭鸡呀！危险危险！我带你去那边去。来来，我要杀他，我要杀他，各位。我坚持要杀他。啊！过来！他骗我！Robert Goldman！啊！
刚刚进来这一条路的时候哦，没有岩石巨人啊，没有仙子，没有生物的。他妈的，我回来的时候才出现哦。Hello， 天鼠 ，On my way。上古神器之卫士，教徒第一个神器得到了。Nice。Ostaka Laka baby， 我带火箭炮进去，就是那个用处罢了，炸那个小型的岩石巨人。OK， 神器的底座，这里放神器了哈。Ostaka Laka baby， OK， 刚刚拿神器的时候。他有给一个皮肤，那个毛的皮肤，这样的吗？喂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是这样吗？两位，你不怕痛的？你是头来的吗？OK 了，就用这一个了。现在我盖一个建筑出来，放空调。OK， 就这样搞了啊。这里才能好，这里才。小型恐龙门，漂亮地垫，希望啊恐龙门不会影响到那个空调。漂亮地，对了，那一道恐龙门要向这里啊，比如讲我去探险了回来啊，逛街回来啊，有那个视觉。空调在机床可以改，改两个出来先，然后呢就是发电机。好嘞，各位，发电机呢盖这里，两个空调盖这里，准备着他们的电线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风力发电机。我决定呢，现在要研究这一个发电机，那个普通的先放在那个冷气房先。Let's go rain， 看一下风力发电机是怎样的。Oh my god！ 呼呼 ，OK， 哦，对对对，它也是用电线，对对对对。废话，肯定是电线的哈、哦。这里呢，放一个十字的 ，OK。怎么没有电了？会供电了、哦、还是用不到？就是我家园的区域没有风力。在游戏里面按 H 左上角可以查看风力。我家园只有20%的风力，如果要让那个发电机动的话，起码要50%的风力。没关系，各位，失败为成功之母。这一个材料哈，然后呢，我就按 H 一直检查附近的区域哪里有比较多风，找到了下面那个沙漠，那一边才有很大的风。盖了一个风力发电机放在这里，连接电线盖上来，盖到去刚刚那个十字电线。终于发到电了，总结就是查一查风力才盖这一个发电机，一供电 ，Let's go boy！ 终于发到电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你要按 H 查一查这一个区域的风力怎样，50%以上呢可以考虑，100%呢简直不用想，这一个可以拆掉了。这个拆掉哈，放更多东西，更多的空调，比例巴拉，对不对？OK， 看到一次我们那个电线 ，Nice， 远看不明显啊，那个电线，哇，今天在我的基地做了很多东西，而且去买洞穴拿神器 ，Nice， 要暑假了，要暑假了，各位，好像是暴风雨，玩到现在我还不确定跳鼠的那个信号是什么天气，OK 了，各位，今天的进展就到这里先，98%的时间都放在这个家园的装修啊。盖这个盖那个这样子 ，OK。想看到更多 UP 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 like。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。谢谢收看，谢谢支持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